少天了。自从离开，自从离开雷哥那儿，咱俩就没捞上一顿他妈像样的。肚子是又饿，还有点困，还是研究一下，自己做顿好吃的。因为我们明天后天都是生活在休斯顿，基本上现在就是差这个肉，我想着把这个肉刚才冻了一会儿，好切一点。这牛肉就只有吃这么一块就够了，今天晚上。主要这个东西咋切呀？筋筋吊吊的。来，我来。嗯，我来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撕掉，不然的话这个。火锅不是你是涮火锅的话，这个筋是涮不熟的呀，这个知道吧？对，那个筋要切一切，不是。对，先扯一下。今天晚上住的这个汽车旅馆，哎呀，窗户一开，哎，就可以涮火锅了。丢三落四忘点东西很正常。你要不这样子，你就不是年轻人。没错。那你要我们这是老年人干嘛？是不是？规划了，规划熟练的令人心疼，你知道吗？一看就是天天自己养活自己。对啊，这是养活自己吧？怎么这么靠谱？感觉不大对了。哎，这拉垮一点才像一个年轻人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年轻人该有的拉胯一样没少。对，一样没少。不过现在那不行，那拿个专业的握刀手法，对，这个样子，然后手指得顶住，哎，那块肥的咋啥回事？那块肥的就肥的呗，过会进去煮一煮，能吃吃，不能吃扔一边了。就这些东西，香菇，还有一点洋葱，生姜，还有点小葱，把我们所有的能炒的全炒了。炒个底料出来啊，就只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了。对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那加水，加水，加水，加。对，就加凉的就行了。啥家庭啊？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个烧水烧开水。对，这不是加不加庭的问题，条件就这个样儿。这个条件了。哟，下牛肉喽！下牛肉，香嘞！哎呀，咱俩多少天了？自从离开，自从离开雷哥那儿，咱俩就没捞上一顿他妈像样的。没错，钱没少花，他妈的确实罪真的是没少受。你真是不个道理。对，哇，咱这个就算是麻辣香锅了吧？对，火锅版的麻辣香锅。土豆粉。完美。对。我还有土豆。有切的土豆，切土豆片。对，等一会儿，把这个肉煮的差不多了，把土豆一扔。哎，不，土豆好像卖了。土豆就是我把它放到水里的，因为害怕它氧化，就是发黑了，啊，再把土豆片也放进去，皮儿都没削，因为实在是没这技术。不需要那么讲究，来点皮，健康。必须健康呀！必须健康啊，这东西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好爽好香啊，这个绝对可以。 Chris 太香了，你来闻一下。这是蜗牛大哥那天早上给我们送的微波炉打的米饭，打多少秒？90秒。90秒就好了吗？对。哇，真的。这倒点酱油，颜色更好看一点，更鲜一点。够了。没有，主要是咱没盐。不是火锅底料了都，怎么还要加酱油啊？什么人呐、啊？相信我，我的味觉。那个午餐肉都已经咸得飞起了，还倒酱油？放心，这个香菜就直接放就行了，没事。切点吃拌料吃。啊？切点拌料，大部分放。那就行，那就切一点也行。来，放香菜，放那个。好说，很快放好了。再见啊。哎呀，我打喷嚏，但是没打出来。哇，这个暴风雨啊，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我这菜板也是很厉害，跟了好几十个国家了。饱经沙场。那必须，一板传三代。
人走胆还在。哎，你刚放好了呗，我再打着火，再稍微炖那么一下子，咱就可以开吃了。把虾呢，虾还有水果，这是我们今天在超市买的这个虾，还有酱，还有柠檬，新鲜柠檬，直接吃了呀，就对，直接吃了，蘸酱吃的。我至少先放一个进去，放两个吧，放两个吧，有点那种干锅虾的感觉，是吧？对。来放几个，这个太爽了，这个。等一会儿啊，把这个虾摆到上面，显得我们高级一点，吃的比较高级一点，高级料理。能吃的米饭，哇、哦，烫手烫手，哇，好香，这么牛逼吗？嗯。哎，这大哥真的是太棒了。这样子我俩就省去了蒸米饭的烦恼。没错。哎，这个米饭还真挺糯的。哎呦。这个外边。好吓人啊，好吓人呐、啊！拔个泪甩个电，我就先至少先尝个午餐肉，尝一下啊，蘸一下，哇塞，美滋滋，没错，哇，自从离开雷哥那边呢，也就是这一顿呢，最像样，是吧？没错。哎，我先来偷米饭。看这米饭到底怎么样？对啊，会米饭。哇、哦，可以。嗯。跟用了一个小时蒸的那种一个感觉。嗯。我觉得这个午餐肉，这样子做香锅真的棒极了。嗯，确实。然后怎么做都行。哎，牛肉来，牛肉来。牛肉怎么？来点。哎，我们那边那个牛肉。明天吧，把它拿土豆炖了。嗯，对牛肉非常好。嘿，尤其是外面下的雨。对啊，这，外边下的真是倾盆大雨。嗯。就是。像你这小日子过得风风吹。哎呀，这小风吹着。自驾游美国啊、你们就学我俩。嗯。电饭锅、卡式炉灶、酱油、醋、油、盐，各种全齐。把能带的都带上，反正装在车上。最后呢，像有一天，比如现在，是吧？时间多了。小鱼管理组。对，我们组一个香锅，是不是？这一锅在外边卖，怎么也得卖个。50刀，60刀，60刀，你要是中餐馆，你吃个这个香锅，还得加税和小费。对啊，100刀。嗯，100刀我选择不吃，自己做。对，我们这成本估摸着也就是20刀，差不多顶到头了。应该差不多20块钱。好的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干个大虾，干个大虾，干个大虾。哎呀，哦、这也太香了。嗯，泰式酸辣酱，酸甜酱。你知道为什么这顿饭格外的香吗？嗯，因为外边下着雨。嗯，这人类啊，从远古时代，如果外边下雨的话，要是能躲在这个山洞里头，来，哦，吃顿火锅，再喝个可乐，喝可乐，对，这就是最屌的原始人。嗯、哎，你别说哎，嗯。我刚开始以为这个牛肉啊，可能筋多，就没想到这牛肉太松了。我们还有几包火锅底料，等到了那个海边，我们俩去买那个梭子蟹，搞上个7-8只梭子蟹，让人家剁吧剁吧，然后回来以后，搞一个香辣蟹，这也很屌。不妙，我不能吃，过敏。海鲜过敏？没有，就蟹和虾。那你这个不行啊。这是跟大省钱像，好吧？没有，就对那个，就对贵的过敏。波士顿龙虾过敏。对，还真是，你别说，我还真过敏。这样的旅行吃完不会马上死。啊
好啊，嗯，那问题不太大，对，来一顿，可以来一顿。这次顶多有点嘴唇肿胀，喉咙发炎。大家想不想看？评论区里扣个一。这得刷我礼物了吧？嗯。啊。嗯，当时真想嘛。多少有点辣了。刚开始还以为不太辣了，这个我多少有点辣了，有点嚣张了。土豆切太碎了，土豆切太碎了。你有夹到过土豆片吗？有啊，你给我看看，你夹一块给我看看。你挑块土豆片出来给我看看。好，这算半块，就一半够了呀？怎么一半？你看我的土豆片都已经碎成奶酪了。看好了啊，这不是土豆片吗？这在边边没被煮够啊！谢谢，真的是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找到一块完整。它这个土豆品种就这样，什么品种就这样？你切太薄了，你像那个薯片一样。行，这算半块，这是品种问题、啊，这算半块。哎呀，这是放到冰箱里冻了一天的柠檬茶，现在绝对是非常爽。哦。哎呀，这才舒服。嗯，这自驾游美国确实挺苦的，真的是必须得自己研究研究了。嗯，不然的话你大晚上到这儿是吧，你吃啥呀？肯德基可能都关了啊。